없어야지. 링이다 쳐야지. 다 뛰어보면 되는구나. 들이 다 나도 차고 중중 차는데 버텨버리죠. 뒷배살이 매 부급이라고 중중 들었더니 뭐 중중 요원이 될 때 며칠 동거를 해서 나다고 또 토마다와 하고 하자. 부처를 금연다고 그래서 배세지 아요. 有关于行为，都在这一本《佛子行三十七颂》里面，有着极为详细完整的解说。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去阅读跟奉行的话，就能够达到恶缘皆能转为道用的理解。基本上，念头。其实本身就像是我们身体，就像是身体所在做的运动一样，心的实相会因为植于念头而有着更好的训练跟发挥。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观修时，一开始对于初学者来讲，在已经对于见地有着些微的了解之后，那么先对于这样的微小的念头有着些微的训练，这就像是我们刚升起的小火的时候，要先以微弱的物质，像是香或者是草等，来喂这个火，让火慢慢的茁壮的道理是一样的。이제이남이제라사람혼자서무전히가가선거예요문로시바때대인저는이마찍고틀나들이저런꼼짓에쇼기담절이가와인지문제주인거래서대기이제세니대가로서못하고다오담절이가와약구해줄러다음주에빼저당성으로는랑글이시집하더랑니그때양동양도시에그런대대대전이쇼기이치마서나물을못치고짜지뭐이삼일남시담정기가상상으로대사고차용을해요다니국니국이용용제고삼일속에대진에드리게병을주고그래서니공들이쪼람탐시라들이누리러가미바지고라삼못하는다양다양다삼못하는들이낙도차가차가유호바탐시하고는들이주시바낙도인바가되들낙도인거지낙도지좋다나동당의구독도이렇게해서왕비가동당도또많이있어별로시당지보들을지여러번저리이형은시당이싫어봤다니매수시당매롱다고이시대마가다대라고시에게요래그래대다가못한것같아저랬더니양으로산속남을저리사방인지산속섬을저리두고요래망시에서산속섬을저리대야보래그래대이젊은들은다쪼고인바다가다소탈랑았더니나미소그저리미소숨겨동해서약당도흘고좀뛰대래그리대회다다협당지마다이게나답변지가저한바다바대고에다나저고는특성무시그야저고요래에대기한테이제고아머니요와다똑바가요래요와는요고요래어머니다잡아요래야요다다그니까지지는은이소들이랩바리요래다제서적중에그게니심장제다되냐와무슨겁니이마자사바되고뭐요래대서대다데다냐미제바깜이다틀다비라다가요게다돌기가와님고집례서와메바서데르들이비시바이우치뿌리나도데다집례서와메바서원다야카드이기미초와바다바사로당대선틀어대본들이데르들이다양다양다제제제제제고급제양다양다들이비벼롱장들이양다양다시에그요에제제들되는공가리잖아제디나바선데답변시가와레이좀비좋아하다바대선에리지미적공부에서基本上在一般的修持里面会把前行跟正行分开而说，但实际上以修持，以一整天的
修持来讲，那么清晨起床之后，那么就要先对于暇满人生难得的意义，要能够有所思维，知道这个人生宝是如此的珍贵，那么以此呢来消退自己的睡眠，让自己呢不再那么的贪睡，那么接着呢一整天都要理解到因果不昧的道理，那么以这样的思维来针对所产生的种种细微的念头，这个在术语上我们称之为蠢动，对于所蠢动的念头都能够去借着观看，而从念头当中来获得解脱，那么以这样的因果不昧的概念来修持，或者说来契入空性，比方说嗔怒没有错，确实是堕入地狱之因，但是在密咒里面却能够因为了悟其体性而转化成为大圆净智。假设即使并非如此，那么也能够借着慈心悲心菩提心的观修将其转化，而得以以此来消灭这样的念头，再不然则是以别解脱界的方式来告诉自己，这样的我执所产生的后果将会是非常的可怕，以此来吓阻所产生的这样的恶念。因此呢，对于死无常跟暇满难得这些，我们都必须以理解、那么感受跟了悟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所谓的感受，指的是地狱确实是存在的，而当一旦我堕入到地狱之后，我将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以这样的方式来告诉自己，来吓阻自己对于轮回的恐惧。那么像这样的观想，在大圆满法里面，是必须要进行100天的观修的。所以以这样子的暇满难得的思维，那么以及因果不昧这样的思维来进行修持，而在夜晚临睡前，则是必定要观修死无常，以这样子的方式来提醒自己。所以以上所说的三种暇满难得、死无常跟因果不昧，这个是在一整天的修持里面要具备的。我们家不干没啥啥啥，说说嚷嚷的，我们两个人。当你爸爸他们上星期爸爸他来准备爸爸在这里看了我不让他给你爸爸我们两个人到这里平地这里开始给他们做几个吧我们开始给这里的人家我们大爸爸在这里当你在这里就是这样的小人家不是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老多那么也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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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刚偷偷学出来，这叫他哪里说句嘛的他，不给你他扎起不要嘞，这里他在家一个团呢，这是不吃个羊羔，哪个要嘞？这里这个讲呢，做的这这地呢，然后生的用上这地，生长嘛就是啥子，这一些节日中的，你生的就干的嘞，他这个刚一出去的，牛毛毛一出去多少，哪里生的这里，这下搞什么呢？这里这里牛毛把头就马鸡巴买，这我的呢，刚一出生的哪个种嘞？进了国朝搞的，到了我们这里往的，我把个这拉开要嘞，这什么？这都是俺这不是七八十，这什么？三千是啥大王哟？三千是我搞这个没路过去偷要嘞是，到了我们这里往的呢，哦，等于刚一参见，咱们那个等于参见，这牛毛把头就嘞。
就不是种菜了。第一点，这不得多土个样嘛？这上街他们去把最贵的他到了，最贵的拉网的，他不说上哪网的了，最贵的拉网里边的，从你这里这里，江苏这广州什么的，江苏什么的，那个土里头地方，他从上街逛逛，你拉网的江苏个土土个样的，这边的咱们那个拉网的，这都拉网起不有嘛？那个就是泉州，咱们那就啥吧说。这电脑头上也有机子，让让上的，我们把这些朋友困难，这都是搞上不来。在禅修的禅修的时候，对于空性、对于慈心、悲心以及业与因果等，要按照各自的能力来选择。怎么去观修？所以有些人可以观修暇满难得，有些人则是可以观修死无常，能力足够者则可以直接观修空性。而基本上我们所观修的转心四思维，都是为了能够契入空性而来进行的练习。那么在西藏的话，佛子行三十七颂是极为珍贵跟尊贵的。那有关于此，大和尚也会跟各位，那么也都跟各位开示的这各中的精华。那么加以总集的话，其实就是所谓的自摄其心，或说自尽其心。84000种的烦恼，其实其源头就是源自于我，而因为这样的我执而产生出了种种的烦恼，没有哪一种的烦恼不是从我执而来产生的。当我们快乐的时候、喜乐的时候，应当要理解，这是因为观修了菩提心，这是因为菩提心的功德而产生的。而当我们痛苦的时候，也应当要理解，这是过去所做的恶业使然，因此才必须感受到这样的痛苦。那么众生一般只会沉迷在苦果中，但是佛却告诉我们苦果的缘由，也就是其起因，而让我们能够获得自在。基本上所谓的自主或自在，在皈依三宝的时候，或者说只有皈依三宝时才能够获得，因为皈依三宝在暂时上可以让我们获得人天的福报，而在究竟上来说，则可以证得佛果。基本上这个轮回是由业力所造作而成，因此是没有所谓的自主可言的。那么最后，那么就请各位在观修上以秉持着正知正念不放逸来修持。刚才仁波切所念诵的偈文，要我们用中文再念诵一遍。这是有关于菩提心的偈文。菩提心妙宝，未生者愿生，已生愿增上，辗转复心甚。谢谢。在平常的时候，如果能够进行 Om Ah Hum 的金刚诵气的话，将会是非常好的。
那明天再跟各位来讲解。